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，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，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牌牌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！爆竹声声除旧岁，大家新的一个春节快乐啊！祝大家在春节期间啊，放假期间能够吃好玩好乐好。心想事成，家和万事兴啊！今天又来到了我们三国杀国战娱乐趴第二弹的时间了。既然是过春节嘛，咱们就来点愉快的、快乐的，速度快的啊！今天的录像也会比较多啊。过年了嘛，给大家加点餐。咱们慢慢欣赏啊，不要着急啊。今天是我们娱乐趴第二弹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先看第一局，今天的都是比较偏这个暴力啊，比较偏愉快的啊。第一局主视角玩家叫七言灼灼，今天都让大家自己来选将啊，看看选择什么。其实这么多年了，每年都是我在陪伴你们，你们也在陪伴我啊。在这个录像开始之前，还是特别的感谢大家。希望咱们能够长长久久的陪伴下去啊！没有你们的陪伴，然后我是坚持不下去的。没有我的陪伴，你们也是睡不下去的。好了，这个离连选择手亮啊，全捆上，没搞一波大的。来吧，有没有九属性？没有九属性，我都瞧不起你。就这种离连也配手亮吗？鱼也不用啊，能活到下一轮吗？敢招惹你啊？你是何方神圣？好，无双，无双上将啊！这里他肯定无脑忘记的啊，他没有理由不忘记。好，恶入，孤号梦。刚才他两张牌还不如把先驱开了，然后再用鱼搞一下呢。真的，这里出牌基本上进了，开了个五五，拿了个万剑，要开。那开吧，咱们拿个刀呗，那也不缺啥。万箭齐发，无懈可击，这个是出闪的。反打，打错了吧？好，给他翻过来，可以。我看谁打的无懈可击，三号、四号、八号，这都是闲的还是什么？看不懂啊。好打，披哨张合。这边一看三血不卖的，偷一手开稿，要一乐了啊，想乐，帷幕真乃神技啊！接下来该咱们表演了，好，何太后在这里啊，那这个就指不定是什么了。那既然大群开稿了，咱就搞起来呗。冰凉没用，留个闪吧。好，你真的不怕他有属性杀吗？其实冰凉真没用，你搞一波了，冰凉没用的，留个闪防猝死。这里我非常建议留闪。不然很可能要足，你这样足了不就搞笑了吗？不是，但搞笑正好符合今天的主题。冲起来，还好他没有啊！冰凉真没用，你准备搞一波了，整那些。好，撩人之舞，跟吕布决斗是吧？能斗过吗？好，还吃桃，喜欢吃，好喜欢忘。他觉得无所谓啊，这是什么、啊？直接死了呗，就是要吃，不愿意死。现在呢，终于死了吧？这噼里啪啦的节奏真好啊！这边开始乱叠命啊，但也不算乱了。那个人不是群，翻掉群雄，刀刀一挂，哎，重铸又来了一个啊！这边铁索利亚，你捆着吧，谢谢你。好家伙的，三连，势不可挡，爽吗，兄弟们？接着来，南蛮继续，一堆牌也没有杀的，因为离点他们都是被南蛮 A 死的，所以没有杀的。别看他一堆牌也没有杀，死不死？还不死？不死继续决斗，翻八吗？你翻八也没有用，这里不要翻八了。因为你翻八，他翻出桃来，他也救不了你。这里是完杀，做个人吧。
你看这个冰凉留到最后都没有用吧？我就说没有用。这当然，主角这里做的比较好一点是，自己方都被翻面了，吃令拿在手里，哪怕一张牌都不能给对面。啊，对面也是比较惨，这老王平，啊，九杀，猎弓有点猛啊，九杀他救不动了，有可能有一个魂。但是他就算有很多群魂，也只能出一个群魂的卡，所以他就只能救自己了。啊，这里铁锁连贾诩啊，有可能造成伏笔，有可能下一张牌就是杀哦，有可能你就可以啊收全场了，黄忠啊，那下一张不是杀，不是杀那你走了，那你可以跑了。左慈和太后这种你要能活，这个游戏就不用玩了。南斗掌，节奏非常之快啊，如同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。弦断了，爽啊，爽局，爽局，爽局！你们的争，那必须是爽局啊！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这种局就适合这种节目放，对吧？那平时放我也不爱放那种，你没得讲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。接着看怎么爽，各种姿势爽，反正，但也有可能有不爽的。主持人叫何问归期无期，怎么爽法这些将？反正这里面真正能爽的就是张角，其他的好像不能那么爽啊。你懂我说的爽吗？好，这里开始刷闪，不刷吗？喜欢玉玺是吧？好。那未来你很可能永远没有闪了，恕我直言。国家亮将，有遇袭者死，难瞒。毕竟作为元素，不希望别人拿到遇袭。好，敌联也出来了，巡游也出来了，但是这个位置其实对于大卫来说非常之不利。因为这个李典和荀攸都是七八号位，他们都是弱脉血，而且没有曹丕，其实对于魏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并不觉得他们有多大的优势。你假如说是换个位置，他这李典荀攸先动，那可能有优势。拆一手行吧，放他出来，诡辩无穷，让他上，让他上位过去。荀攸应该是留了个闪吧。拍一手，看另一个将什么，荀彧。智能极物。劫命到桃子，再斗啊！反正你现在劫命空间少，就干你，逮着你一个人锤。孙坚还不亮周泰啊？只能是阿泰斯特了呀。智能极物。余族全生。啊，补一张，奋击一下下。我得双亮看一看这个四血的吧，其他都三血不卖，看有没有隐藏魏国啊，勒住他啊，不是有太后啊，又有太后，那里只能勒位了，然后存一下牌，没闪，你看就没闪嘛，很容易没闪的呀。太史笨选择找孙坚拼点，自己点小，孙坚说我一个 Q 一个 K。这其实就很倒霉了，他奋击的牌是不是可以拼荀攸啊？荀攸我记得不是名牌吗？看着骂凤雏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荀攸的牌是什么。好，这边荷兰我读小乔，毕竟小乔去操作。这里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种田了，因为有张角，你种田没有任何好处，你乐也出不来，不要无脑种了，真的不要无脑种，每一张牌都可能决定胜负。火攻你攻不中，色盲。谁知道你奋击点数那么高，你不会击一下牌吗？好，这里啊，嘴儿哥来了，但咱没有闪啊。来人，你看邓艾，你刚才存了一下，你就对吧？没事，接下来还有存钱的机会，就是国家的另一个将，看有没有啊？别动了。啊，这时候知道不中了，这时候知道不中了，啊，你还算行，你也等等，有人不服，我不知道刚烈的意义是什么，这个刚烈很可能直接把魏国抬上天，刚烈锁定技，好，怒送一闪，好，闪连闪，这都是蝴蝶效应，
邓艾说实话，他最开始第一个片他就不应该怕，然后导致了蝴蝶效应。但邓艾好处是他在袁绍亮之后明白了，而郭嘉压根儿就不明白。但郭嘉只能怪运气不好，说这小子本来就有闪，天柱也不存在了，对吧？因为有张角。看着吧，这局就是刚烈锁灵记的反面典型，还有屯田锁灵记的反面典型。不要觉得无所谓，很多你自己可能站在你的视角，你觉得就无所谓啊。那你如果这局你整个看下来，那是不是你刚烈直接让魏国崩掉的？至于谁赢不知道，就算你魏国动，咱不说谁赢吧，那你这个就直接让你崩掉了。这里还是别存钱了，因为你活不了。其实邓艾很多时候你在确定自己活不了的情况下就不要去存钱了，但他现在就摆烂了，他觉得反正自己也死了，那边都是绿皮儿，就是。但是在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摆烂的时候就不要去摆烂。可以考虑救一下，还是有价值的。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自己方有优势或者开团的时候，真的这些判定啥的，你是怕毒吗？你一个周泰也怕毒吗？这不给小乔补牌了，这玩的是个鸟。你一周泰也怕毒吗？真的是醉了，我天哪！那行吧，哎，他这边有弩，能不能射到这个弩？啊，非常的好，射到这个弩了。其实我这里不推荐先顺，我推荐先操作无中带牢。这个链子当然可以留一下，因为你收人头有可能会来属性什么的，或者火攻什么的。再看这个链子不可以不先冲入。好，对此一个好，有减一驴了，还有决斗，先决斗。无中还是要先开啊，因为还是要决定排序。比如说你有属性，你就可以直接连上这个吴国泰和李典，免去很多额外的输出浪费。你看还得弄军令。假如说又出属性，这里，哎，总归就是一个基本的，你先过牌，这里肯定是先无中的。假如说你有铁锁，你肯定是铁锁小乔和那个李典，你直接跳过那个军令的环节，然后决斗一会儿再去打孙坚就完了。这个排序还是有点小问题的，反正这里运气还是不错，把这个小乔收掉了。这个李典肯定是死路一条了，因为何太后会摸牌的，得可以无懈一下李典。然后留一闪一黑桃等袁绍放念，不过也没啥放念了，说真的有啥好放念的呀？雷杀一放念射谁呀？你劈谁啊？说真的没，还真没啥好放箭的，不放了吧。还有谁不听话？接下来慢慢打孙坚吧。郭嘉夏侯惇的话，养一养，可以稍微快一点。阴魂，而且你射了以后，他现在可能就摸一七三更难受，让他摸一七二，好受一点。强决斗，你别说，还得赶紧把这个货打死，不然有点麻烦。我没忍住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乱世豪杰，给他一坨屎。你可不要。这里其实放箭，他就一个一地两张牌，他就死了。一地两张牌还必须有桃九，他其实可以放箭的，因为他的牌是张角给的，不可能有桃九。他刚烈是没有用的，刚烈那张牌会被换走，所以其实这里可以放箭的，但不放箭养也，那你就养吧，养可能就会比较费时间，养肯定是也能赢的，百分之百赢的。其实可以放箭试一试，就算不死，说实话他也干不了啥，因为张角还袁术还他的牌肯定都是屎。哎，国家人家养你，你就赶紧投了吧，真的养你就更不可能赢了，我说实话。这决定不养了，挂八卦阵了，决定八卦阵怒雷八下，都有八卦阵了还不怒雷八下，我不相信这八卦阵这么雷还能雷不死你啊！终于投了，那谁能信？这不是你这么雷要雷不死，你赢是让你赢行吗？
雷烂了，雷完了还有毒，你得扛多少下输出呀，兄弟？好，下一局。主持人案例叫枭雄，啊，这里能爽的是李脸张角，呵呵，当然了，在我的路线里什么将都可以爽，呵呵，只要你敢选啊，就有可能爽。啊，他选了张角庞德，那看看这局他一号位啊，穷哥们儿不换角旗卡，这牌也不换。哦，有方天可以考虑亮将，敕令，先开敕令。当然你这样的话你有可能手量被抢，有些将是可以抢你手量的。这边这个人跑了，哎，黄忠，哎，黄忠你与那个失之交臂啊，你以方天画戟，这货不亮是几个意思，你爱亮不亮，不亮就一起打，管你那些这那的，藏着吧。 AOE A 出去，哦，他好像也跑了，哎，跑不跑反正就 A 你们，怎么了，替我挡着，弹一下替你挡着，闪，还有个顺，嗯，顺手牵羊，青龙偃月二号角，关羽啊，大家注意啊 ，online 的这个方天画戟的结算顺序是马，对于马超和这个庞德都是先剑出，然后再一个人一个人结算闪，就每个人都要剑出一遍。然后马超是每个人都要铁骑一遍，才开始结算闪，它是这么一个结算顺序，不是说第一个人你剑出，比如他闪了，就后面人不剑出了，每个人都要被剑出，七人大剑出，呵呵，好，才走一个，我喜欢种树是吧？蜀国不敢亮，这个才走，舒服呀。就是七人大剑出，甭管第一个人能不能闪，比如说你剑出他不是装备，他闪了，但是这个剑出每个人都要被拆一手的。好，多了一个绿一个红啊，接着来，再捆上，勒住老黄忠，还是勒住这个。青龙偃月，青龙偃月他毕竟离线了，你看也不好说他，看一眼，好，贾诩啊，真的有贾诩，怪不得没人抢了，刚才说有人说有贾诩就是他，好，消一手，那不理你，刀扔了，贾诩出来再乱一波，黄忠回合外不能列功啊，但回合外搁这铁骑是啥意思，铁骑行，那有可能会被张角换牌，不过这个换牌好像意义不大了，因为张角已经脱离他回合内了，又倒一个，乱砍，好，那我们砍马超，好，下掉一个九，舒服，这样吕布就有可能把马超抬走，好，两张杀，那还不够，又完杀掉一个舒适，但是还有几个不好弄，小乔刚才被虎被杀掉血了是吧，好，那就打你，嗯，兵临城下也不行了，三张牌的小乔也被带走了啊，之前被剑出了梅花杀，大剑出爽啊，剩下一个刘禅，黄月英可翻，诸葛亮说实话有点难，就算你杀了贾诩，你真打不过张角庞德，因为你杀又不能出，被卡着，然后装备又不能挂，面对庞德，你打不过张角庞德的，很难受的。火杀，等他杀到你丢盔卸甲，杀到你丢盔卸甲。这里其实下手牌比较好，下手牌张贾诩杀你一刀就带走了。因为你张角第一轮那么多牌的，收了那么多人头，肯定有闪的。当然，还是那句话，他就把贾诩杀了，他也打不过。主要是他没法挂装备，他也没法去出杀，这很容易就被卡住。火攻，方片直接活死。收工。天命难违。这局大剑出爽不爽？雷公助我！说不定一会儿还有大铁骑呢，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想知道有没有？接着看。下一局，
今天的录像咱们争取弄到一个小时以上啊，啊，看看录像支持不支持啊。下一局主视角来，你叫如锦绣夜未央。好，其实群雄很容易上这些阵，就是这种娱乐节目啊，因为他群雄的爆发力强，绿皮就很难上，因为绿皮他不是靠爆发赢的。当然有没有绿皮也有可能有吧，毕竟像太史慈、孙笨这些，对吧？啊，也是经常能上的。田丰和太后，万箭齐发。紫菱，哎，这个紫菱好像见过啊，这是个置顶花，怪不得呢。死罪可免。万箭，他直接把他翻了，难受，没毛病。别人你也不知道谁是谁。闪。咱们这牌挺好的，三闪一无懈，特别尊重大队。好，法证出来了，说除了他。小马哥他不是翻你吗，他不喜欢翻人吗，屠宰他。封副将吧，是我封曹丕，我不能让法正被翻，你卖两张就卖两张吧，你也就仅此卖两张，我不能接受法正被翻，真不能接受，是我一定，是我一定翻那个先封曹丕，你让法正被翻真的很亏的。他有点怂了，希望这边杀一刀，东砍一刀，西砍一刀，决定看一眼，答不答应？大飞哥，大飞哥没有方天，效果就差很多，效率也差很多。好，又屠宰一个，然后他救了一手，这边都不是鼠，魏肯定也不是，嗯，吴群，吴的可能性比较高吧，吴才会去救三也不卖，三尖两刃刀。直接破扒光了，应该是五把四啊，果然死的也是五，接着砍吧，都砍出去拉倒，果然是五啊，才能点财，好，点财一个大桥，好，咱们也亮。我何愁不能继续想蛮入侵，蛮A出去啊，已经死了两个人，算是决定随便 A 杀。啊，主持人说他也不一定乐我就打无懈保血线了啊，这也行，因为毕竟这么多暗将了，他真不一定乐你。啊，卡了个敕令，挺能卡的，但是连方片都没有。好，孙笨，调度征求，那六号身份就很关键了。临战而胜，闻战则喜。灌石大锤，应该杀马超吗？拿来吧。行吧，结果张辽又出来了，张辽开始压孙笨，孙笨挺像阿泰斯特的啊，但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啊，反正主要是香香灵种都已经死了，想要母凭子，这边咱们把这个马超发育了，其实我是孙策啊，我刚才那一刀就砍何太后了，真的这马超翻面有什么好砍的，不是关键，他还去救，他不想让何太后发育是吧？好，那你不想何太后发育，绿皮就发育了呀？你最后不是还要对付绿皮呢呀？开源节流，做法娱乐，到了意义确实没有。啊，你们肯定被绿皮收吗？五，愧对。马超也是承受了所有的伤害，好，冰住，乐住啊，该冰冰，该乐乐。他说要被乐，要被乐你也有可能出来啊，这么那关键你桃子救他，那至少何太后还在打吴呀，吴国毕竟他现在还是有强度，他隐藏了一个有可能是阿泰斯特的，他这边还有个嗜血旅犯，他是有强度的，这边张辽这种将基本赢不了了，恕我直言，说慢节奏武将很难赢啊，有个典韦还算有点节奏的，典韦还算真的算现在已经很不错的有节奏武将，这给他放出来了。火攻，嗯，那格局大啊。火攻，人言力薄，用借刀当毒酒喝吧。想要母凭子贵啊！他说你应该不应该把加一撇出去是吧？意思是。加一意义不大吧，那时间没人打你，锱铢必较，决斗变，两入为出，
那个嘟嘟要读嘛，读一首，但是其实感觉挺难读似的，猜一下孙子。但是运气很差，50%没猜到桃子。开源节流，今天要咋整呢？八卦战士呢？要被带走，只能祈祷刘备救你了。刘备可能也只能救，因为你这边死了就打不过了。乐住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打得动他们了。挣扎一手，好，孙奔，火柴之子，啸去江东。这皇宫，这话憋在心里，觉得你没有距离。他肯定是周泰，但是他来了个决斗啊，咱们弄了个闪，还行。舍不舍得救刘备？好，还是救了。觉得这里死了打不过了，确实死了打不过的。张辽没有用。然而这辈子连距离都没有，只能打那个周泰。拿来吧，拿来吧。张辽只能成为炮灰，然后被这个田丰收发育了。真没想到，发育张辽，哎，等等，有弩了，有弩了，可能就会讲不一样的故事了。田丰这个将现在只远远比貂蝉强太多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你爱信不信。以逸待劳，好。操作起来，盯住，杀一刀，杀，再来一刀，下掉。憋在心里，还不如哇，开始连赢了。你最好再来个桃，让我们再连赢一把。开始黑杀复黑杀了，是吧？打孙膑不就得黑杀复黑杀吗？红杀复红杀不好。等等，这可以疯狂的拆。刘备说：“我怎么救了个这个怪物？但这只是小概率事件，该救还得救。你想想，他如果这轮爆发不了呢？那是不是还是吴国赢啊？”前线旗开得胜，这真的，那只能说田丰的上限就在这里。好，这崩个血已经赢了，这就是田丰恐怖的上限。请记住，这个环境上限高的武将才是最吃香的，平庸的武将已经。不适合存在于这个世界了。至于哪些武将是平庸的，你们懂的。就是你每轮那么一点作为是没啥用的，现在需要你一轮做出很大的作为，无论是对于你自己还是对于团队啊。好，咱们再接着看下一局。这局主持人叫新朝雅正，好，蜀国要来了。主播说：“也该我们登登场了吧？”祝融、马岱，这局是啥内容呢？我有点记不清了，看一看吧。还行，桃酒、无界、八卦阵，南蛮咱可以出来。来，哎，左慈出来了，赶紧打开巨象。左慈开搓，将魏跃进当万箭。好，那我猜测他另一个魂一定是魏或者群，因为你魏魂肯定是后放的，等魏出来再去拿魏去搓，所以他另一个就是魏或者群魂另一个。好，这里 A， 看来他另一个很可能是群魂。二哥也出来了，那咱也出来吧，无所谓了，这货搁这暴虐，对吧？反正魏国嘲讽比咱高。别看俩鼠，好又 A 啊，这肯定出来。好，孟获也出来，孟获说不行了，顶不住了。篮、哎、板有点多，确实有点多。孟获说我憋了半天了啊，我老婆都出来了，那我也出来吧。我啊，此出来非彼出来啊。哎呀，左儿也来了，完了，那就看谁硬了。孟获三血萌萌哒。先把这个前置位的人劈死，补两张，我给你开个桃园。能搞笑呢？左慈你别弄，你还有先驱呢，啊，救一手，救也没有用，说真的，你俩都得死，没旁头。好，郭嘉荀攸的货还不少呢，有桃酒闪，然后又卖两张。这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吴界还管这俩队友吗？最后打一手，
他还有张先，那叫先驱，啥叫张先啊？快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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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如果是群，现在就啊可以不死，因为他有先驱，确实如果是群可以吃桃，因为那边有先驱看你一眼，然后可以拿魂捞你。啊！这么多鼠啊！啊，姑息还是交了，但是要吃雷了。好，他觉得都要被射死了，然后去参劈祝融了。这边还有桃子。人死其魂，复归于气，及其太难了，看不到什么赢面呀。寄生四血绿皮也死了，国家还死不了。国家还有九堂，他应该会留个闪防九杀的。对于他来说，人死其魂，复归于气。好，闪，然后有两张新牌。但他不好防九杀的，因为佐兹可以搓铁锁捆上，或者拿铁锁捆上的话，捆上去打楚国了，楚国肯定没闪了。好，还能放！快哉，快哉！你小子怎么这么能放？救吗？不救了，决定不救。三连，关羽、张飞，有没有庞统？来个庞统吧。好，我觉得你除了庞统，你不然三血孟获，你这没啥用啊。好，这里劈庞统了，没劈中，也没黑了，因为判了个闪。这里吃桃是对的，桃没用，因为酒一会儿要输出的。如果你酒用不出去，那么酒就用来输出，酒比桃好。决斗，这不敢决斗祝融吗？祝融手里两个南蛮，都不敢决斗吗？剩就三张牌。好，继续刷开朝元安，还有吗？啊，还有。他先驱还没开呢，关键是，还是没劈中。他想再放一箭让张角劈死孟获，然后压制孟获的行动。可能是这样子吧。国家还在防九杀，一直在防，就卖，先卖起来。但你也剩了好多魂，还有又有酒了。真的血腥啊，场面极度血腥。果然是有九杀，但九杀对付的是孟获。好，孟获抬走，那讲道理咱也得被抬走吧。咱能不被抬走吗？众生必死，好像有点难。果然还是被捆上了。火攻。哦，他没有。没有你不先远交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你不要给我扔出个黑桃来。好，有决斗。国家死不了了，国家有酒。但是他杀也不多，国家再刷，整个整局就左慈袁绍玩了呗。左慈袁绍现在第一组合，好乐住。好，但是国家有桃，国家可以救咱们。国家都被乐了，他能不救？他不被乐，他可能救。他可能不救，他自己来。但是被乐了，他肯定来啊。但是还是赢不了，那边来了个华佗，能不能封住他？来个红。你的潜戏呢？不是你的潜戏断档了吗？而且还看啥呢？人有三魂，没有，是没有。命魂则敌休命。好，沙拳给过来，赌你有连弩。连弩在哪里呢？及其气休无身。连弩他喵在哪里呢？雷杀。大哥，你无懈得交呀！你不交无懈，你被猎刃了呀！你的无懈留不住的呀！这是自作聪明，怕拆乐。但是问题是，人家猎刃把你那个猎走了，而且把你收了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所以张角这种，你杀灵十三年，但你不要自作聪明啊！我知道你是高端，你防乐防拆乐，但问题是，你把闪出了，人家杀你猎刃，你的无懈不还是没了？所以必打无懈啊！人有三魂，你看他还没搞清楚，他说他不留无懈，问题人家杀你猎刃，你的无懈是一定保不住，你的闪没了，搞清楚了吗？死必归
还没搞清楚正反个，你这沙林十三年白沙林了。他死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连怒。袁绍开始骂他，疯狂的骂。你出来他死，你不出来他们死，别了，你俩一起死吧，你别出来了。好，一个无界引发的惨案。其实有些人他绕不过这个个儿，这不很简单一个道理，想一想明白，他绕不过这个个儿。过河拆桥，好，一发过河拆桥带走。主视角真的是马岱吗？马岱从来不用是吧？好，只能说猎刃真乃神技啊！但是没想清楚啊，我只能说你好。咱们来看下一句。下一句就是啥呢？不是要不拖也爱，不拖爱不了一点儿。这个选什么？看着黄忠张飞眼馋不？眼馋，选了。六号位，哎，这牌不错，沙场无戒酒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黄莹赵云，南蛮入侵，咱们可以卖个血，保留一手伤，龙祸也出来了，杀，雷杀，可以卖个血，龙祸在此，不着急不着急交杀的，杀，先看黄莹的，大沙漠哥也出来了，完了，野的风险极高现在，但问题是你也不知道谁是鼠，你给谁打无界啊？行了，野了。野了就野了吧，野了也未必出坏事是吧？差一点不能上车了，兄弟，有些事情吧，你首先要搞清楚，你上的是那个大 G 还是上的是灵车？这些事情你要搞清楚。你现在还搞不清，哎呀，他变得真好，直接变周台了。就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搞清楚你现在上的到底是啥。反正目前从这个局势上来说，真不一定上的是啥，没法证打毛线，万箭齐发，确实没法证，有法证跟他 A O E， 第一个 A O E 的时候法证必出，闪，闪 A E 啊，就让你试试我的铁骑里骨朵，赵云全是桃是吗？马岱又来了，我敢杀你。他们得先拿马腾，不然出个袁绍你们就炸裂。啊，直扑马腾。来一刀。张绣啊，那你们也更炸裂了。好，经典后用鱼。再看桃园。被国无界了，难受了吧？这下国无界有点炸裂。要强上张绣吗？好，表示我就强上，怎么了吗？难拗丞相之威，不先疼就强上吧，咱们反正保杀了，不给你扯那些。这是范不科还不是个庞统是吗？不知道啊。就一招不放大象啊，他能忍住不放吗？忍不住，蜀国已崩，有人救张绣吗？好，他救了一下，让他开出大了，让他推波助澜一下。好，接着继续开，哈哈哈哈！这下应该是没逃了，必须 A 死。哦，还有，我天哪！咱吕范可以点财，他也不亏的，而且把这些都 A 出去了。但是张飞要来了，这好家伙的硬 A 烂了。这说白了，咱就不说什么张飞、黄忠，就算张飞、黄忠加鲁肃两个白板，你们可能都要崩了已经。而且马腾还要开大，谁能想到李范全是他？想不到的事情多了，他只能调戏一手。他为什么要调戏呢？直接杀沙漠科去啊！调戏他干什么？就为了调戏，杀沙漠科收人头去啊！就为了调戏。列公那可不管你什么赵云这那的。先把这个剁了，
然后挨个宰。一血破军，黄忠哪里来的距离啊？黄忠需要距离。小伙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二连，根本没有闪的沙漠哥，张秀自己不去收人头。等等，方天来了，一起砍。敢砍张秀吗？砍一下张秀问题不大。不过你最后砍也行，先收人头啥的。好，开始爽了。张飞、黄忠来了，方天画戟了，那可不是跟你闹的。无中生有，杀手下败将，还敢可以杀张秀了？感觉。攻之下，片甲不存，雄虎不惜屈命，不惜屈命。四连，接下来就是收割的季节了，注意小心点，别被弹死就行了。烈攻之下，片甲不存，雄虎不惜。可以杀张秀了吧？威震天下。他还是在求稳。这黄忠伤害真高，他是张飞，他黄忠伤害真高。当然，他有也有方天。防御手，此举可正我之心意。手下败将，还敢负隅顽抗？测试了半天，感觉这边没桃了，要强上了。最害怕的就是女犯来个桃，把张秀点起来。但从前面的迹象来说，从稳定来说，好像没桃了。我又一次见到七连毁天灭地了，这家伙其实挺难见的，经常都是原上能见到。很多杀，哈哈哈哈哈，超爽是吧？只能说爽局爽局。再看下一局。下一句是啥呢？主要叫败者食臣。嗯，自己来选。选了一个张秀蔡文姬儿。这个组合其实不是很厉害，就是反正就是纯狗，一般也没人打你，但主动性也极差。那可以上群车嘛，对不对？王英来了，南蛮入侵，干嘛？要残他吗？哦，外面好像有张角。弃暗投明，为民攻计。魂聚则生，魂散则去。好，也有可能他是马谡啊，张角出来了，行吧？这就是张角那个 bug 嘛。大脚说赶紧上车，赶紧上车，利用 bug 赶紧上车，万一后面出来的群我上不了车了。素质极差啊。好，黄英开始进行操作。你捆上张秀你敢打吗？他说谁说我不敢打了？什么叫神？没事，你封住这个，还有另一个恶心你，终归可以恶心你。方便弄两张沙还可以，血赚。好，贾诩上车了，孤谢司马懿反馈坏了，他能开先驱了。不过好消息他没有弩，机会还是很大的。来，鱼用了，准备把这个秒了，都开团了，不跟你们客气，顺了看，先来一刀。好，那九杀顺了你个闪啊！小人防九杀，真乃小人也。啊，他并没有把林母换掉，觉得左慈有可能拿走，或者是还能背割出去。庞神，庞神，庞神扔闪扔桃了，那手里应该是煎饼果的一套。元素可以考虑去杀张角，因为从这个决战顺序来说，张角是后判。无中生有。顺手牵羊，顺，感觉大佑啊，确实大佑。
看还会生出什么变数吧。戴牢一开不是更稳了吗？可惜没有恐龙。搓吧，属马蛋，先把这个暗的搓死，把这个什么阿尾丘陵搓死。还蛮八张牌，输出跟上，想调戏黑的黑人，你也调戏是吧？说明是个女的，祝融。这好家伙，两个桃没什么人救啊，果然是个女的。你看有些人他下意识的行为就暴露了他老色批的这个思维，他看着貂蝉他就挂个自由念想调戏人家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军令乐住啊，还出不来乐，稳了一匹啊，不知道怎么输啊。这个是有张角，反正你也出不去啊，他肯定会给张角黑的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贝勒贝兵不想玩了，托管了。贾诩随便操作一下，乱一下什么的啊，杀一刀他，然后乱个五啥的就差不多了。但是他摔一个庞统，他说不行，我还要挣扎一下。虽然没什么赢面，但是我就想涅槃操作一下，确实没啥赢面。自相残杀吧！啊，再赶紧的把黄莺莺乱死，因为他没有别的输出了。黄莺莺就是肯定不能留着。雷杀，嗯，跑了也会出杀。别把自己的队友打死，应该死不了的。背一下。方片，方片或者红桃比较好吧，因为司马懿那个位置是后出牌，不需要方片。庞统缴费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啊，他乐也重铸了，乐重铸是对的，乐没有用，乐住也没有用。好，杀一刀过了，那还赢个鸟，还挂个闪电，有张角也挂闪电，对，有张角也得挂闪电呀，那不然赢什么？他这个位置闪电是司马后盘，那确实可以挂，没有也得挂，我说实话，没有司马也挂。好，这批司马，主司马是个黑桃，没批死，没批死就算了，没死就打死。玉玺在手啊，天下我有。过河拆桥，好拆，把闪电拆了吧？啊，不拆。喜欢不拆闪电是吧？不是，我就觉得啊，这种局把闪电拆了，怎么输？能输什么呀？都没有任何输的点，我都不知道。就喜欢不拆啊！有些人就觉得张角可以劈，你能劈吗？司马懿可以改。你劈他，司马懿一改，然后闪电又绕过来了，你怎么控制自己这边？一会儿庞统可是能把你们再全都连起来的。把他劈，能劈吗？不拆，接下来你们慌不慌？接下来你们三连，好，人家把你们全捆起来。你能三个都改吗？咱们打个无懈先，第一个不用打无懈，因为他能改。所以主视角也打错了，第一个不用打无懈，因为他有一张非黑桃二到九，然后到他那里，就是如果你这里判了黑桃二到九，他改完以后再改，一统天下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有可能司马懿他有黑桃二到九啊，好了，这黑桃二到九是不是贾诩弄的？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。贾瑜这个八卦送的好，大群这么大游乐局能翻车。啊，看了就是你们翻车，你怪他有责任，是他有责任，你有没有责任呢？你拆了闪电还会有这些事吗？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。当然主视角打无懈对的，从这个正常来说，司马懿有黑桃二，他希望能来个顺拆解决掉闪电。好，投稿投啊，这必投翻车呀，这种局能翻车，谁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用记者到时候告诉你名字，我告诉你名字吧。被七坑死了，四不坑吗？四为什么不拆闪电？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拆闪电？这局有必要需要闪电吗？但有司马懿有场上的时候，有闪电就是有可能有风险，你要把风险规避掉，对吗？黄莺莺是 MVP 啊，哼。
欢迎伤害了阿多，对不对？你把闪电拆了，贾诩承认他有责任，那袁术你没有吗？你拆了闪电还会有这件事情吗？你不就可以规避到队友的失误了吗？你不要把每个队友都想成那个神是吧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看，嗯，我发现这种爆发局爽局绿皮真的很难登场。你这绿皮都这种样，怎么能？主视角完毕，叫欺软不怕硬。好，看来你们要的马超要来了。刚才有一杀七剑出，这回能不能一杀七铁骑？我其实也挺想看的，我再看看有没有啊。我六号位，手牌还不错，三张杀，来一个机会啊！什么张秀这那的都不怕，何太后也出来了。这宫里的女人，哪个不是为自己算的？哀求吧，挣扎吧。咱们也掉个血吧。死吧！咱们杀可以回合内出，不慌。他们好像都没什么杀，杀这么穷吗？都没什么杀。曹丕翻掉，想收尸是吧？幻变迷踪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把那个人翻了，我就不杀那个人了。你翻的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本来想杀那个人，要去杀八。八活过来了，我反正是杀你的，杀吧。”你都要被毒死了，别搁这杀这杀那的了啊！毒不死阿泰，报仇。那你只能无能狂怒，杀不动人家。北有天天救阿斗，频频难顾，顺手牵羊。他俩打起来了，群雄笑呵呵。哎呀，难顶啊！好，他说不跟你较劲了，我先收个三血不卖人头，收三血不卖人头才要紧。对于曹丕来说，啊，就不让你收，啊，我们气死你！乐不思蜀，这什么毒条啊？这三星，啊，他还是不跟他较劲，还是去弄群，说我还是想赢的。无中生有，等等，方天来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要爽了，爱谁谁了，杀！哈哈。当然你可以先杀那个其他的一些亮子的，先看看情况。你看他跟那个庞德的七剑出是一样的，先七铁骑啊，甭管就是第一个人能不能闪，先把你们都铁骑住，七铁骑。当然他没有去杀七和八，他先杀杀前面的，看看情况。而且你注意没有，大家注意没有，方天画戟对于虞姬是严重削弱。这方天画戟去打虞姬，虞姬一点用没有，废物，纯废物。全军突击！这好家伙的，结算半天，这方天画戟这个刀对虞姬又是个削弱，没用，捅起来超爽。嗯，谁再上前一步？他不敢杀三了，他想先把这几个亮的宰了，一会儿到最后再把，反正你们都是暗着的，到最后再把你们一起宰。毕竟还有个何太后呢，主要是你一会儿宰错人了，何太后搁这瓜熟利落啊。一血一血破军，终是算不得真。幻化之物终是算不得真，确实。为无主，从此二连。接下来应该不会对客不会客气了，应该所有人一起杀了吧？接下来就肯定所有人一起杀了，不管了，你有就有吧。而且这么一堆三血不卖的，不像不管，每轮都要突一次。戴墨将，好，右保出来了。会曹贼，又把一开始吓得不敢出来，啊，一开始好像没打他，突死，三连，势不可挡，啊，一会儿到单人了还能换丈八是吧？啊，小小绿皮可笑可笑，四连天下无敌，
好，又要七连了。刚才谁七连过了？这把肯定又要七连了。啊，他已经死了。那单人了，咱就换丈八了。拿丈八跟你玩了。人仰马翻，你看这种巡游，这种都亮都不敢亮了。因为他亮了，就吃何太后九杀了，结果他被队友翻了。超爽，七连胜天。毁天灭地，今天大家见识到了这个一杀七剑出，一杀七铁骑。咱群雄没有张飞就没有那么爽，蜀国有张飞有法正，这回要更爽。好，接着来，就是要叫零式激情。选啥呀？好像看起来都不是很爽的样子。选了个黄莹莹，黄莹莹魏延，其实就是单黄莹莹，魏延没啥用。这手牌可以抢手亮，前提是一号得让给你。好，让给了，让给那就抢手亮呗。他让给你，肯定抢手亮了。直接亮将，开搞，开撸，看看有人不服吗？或者有没有法正？法正说我不服，怎么了？啊，有人不服还忘戏搁这儿，胆子是真肥，这你要忘戏？好，开始手牵手了，喜欢忘戏？不是，你就归一下不行吗？龟缩一下，你离着那么老远，龟缩一下不行吗？非要忘戏？就这样吧。国家出来倒无所谓的，那你什么别出来了？储备。能不能把代劳顺过来，看你的手够不够骚啊。这个也行，无中生有，无中无中，就可惜没有法正啊。那锦囊已经足够多了，鱼可以留着用来存牌，因为你毕竟三血将，一会儿可能要存五牌。远交也来了，不是你老在这儿忘啥了？你是瞧不起谁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真的。所以吃令看一下格局，李典你是瞧，等等，咱们还能动一次。看看其他人是都什么啊，宰呗，先把这个灵宠和李典宰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先把吕布和这个谁宰了，把吕布和李典宰了，吕布毕竟先动，但是我都宰一起宰。好像要没了，他把鱼用了，他因为他看见刘禅了，所以他不需要存那么多牌，存那么多牌下回可能还会卡。敢不敢，敢不敢全留装备，然后刘禅放权你开先驱，有点拖大是吧？反正李典就喜欢忘，搁这忘，看看他是什么除掉感觉。徐胜这种不用着急除啊，张任用，徐胜这种不用理，先除吕布和灵统吧。毕竟巡游你不敢碰，碰到曹丕容易出事情。好，出弩了，那这边就接着砍吧，砍先动的。巡游不要碰啊，一定要让刘禅来放权。你碰到曹丕，很亏的。出弩了，应该可以爽起来了，会非常的爽。待末将布下宜城，待末将布下宜城，以退曹贼。杀个徐胜真费劲，这徐胜运气好啊，这徐胜运气真的好。那玉玺肯定要挂的，刘禅放权吧，信不信你队友？效果掉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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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还能吃桃，正好啊，有姜维刘禅，那一定放权了。这你关锦囊爽了一波又一波，再来一波，什么烂跃进，还效果，效果可太好了，效果助攻技。正好吃桃开先驱，当然他可能会给你关一堆锦囊，你可能就开不出先驱了。好，接着第二波，开第二波屠宰开始。可能这个世界只需要黄月英、刘禅、姜维三个人足矣，其他人都没有行动轮次。好，又宰一个，接着宰，所向披靡。好，怎么用？嘻嘻嘻嘻嘻。又打，反正最后打国家下五轮就行了，其他好宰的全宰了。
你是大乔吗？有点像，小心着点。我说实话，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先杀荀攸再杀灵统，我怕他是大乔，而且我可能火攻会去打灵统，因为杀吕布是没什么副作用的。如果他是大乔，他会把你连弩拆掉，所以应该防一下。我是觉得火攻应该打灵统，我说有没有道理？甭管他是不是大乔，他不是大乔，但是你要防呀，该防的要防住呀，对吧？所以这点还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，就是通过其他打吴国的时候，通过其他手段去打，防一手大乔。来来来，无懈，继续过牌，把这个谁宰了？把这个荀攸宰了。啊，找了个乐也行，找乐也够了。下回合又是两轮动，两轮联动，开启飞天模式啊！小小魏国可笑可笑。万箭齐发，无懈可击，继续出打。智者何存？这两个人二打六，丞相所教，而且其他人完全没有出过牌。有可能郭嘉能有出牌轮次。丞相，不过也没啥用。桃园劫难蛮入，郭嘉你识相点吧，真的。打打杀杀，真没意思。天文地理。人家不理你，你识相点吧。好，不识相。火攻，姜维找两条吃了，我也不会放弃。知道过河拆桥，姜维有点忍不住，没必要啊。你不动，他一会儿就不想玩了。你只要不动，他我敢保证，他一会儿就不想玩了。天文地理，丞相所教，挑啊！借刀杀人，雷杀。哦，这里他没牌了，可以上。天狂傲骨，所向披靡，哪怕只有一线生机，没非得没货才跑。啊，当然姜维打的也后面有点急，你就养着他，他一会儿就跑了。他每回摸两张牌，他玩啥呀？他就被你控一，他就被你控一张。只需要三人足矣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录像也全都放完了，没有了，真没有了，呵呵，这下是真没有了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我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